大家好，我是 Jay， 今天让我为大家分享教会的最新动态。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，来临的主日是圣餐主日，让我们一起在圣餐当中领受从主而来的恩典。来临细胞小组的课程是第一点上课，成为自己生命主宰的抉择。让我们一起在细胞小组当中彼此相爱、彼此服侍，以及学习神的话语。由于1月31号是公共假期，所以我们的 Lifeline 神学课程将会暂停一周。最近在马来西亚发生很多起严重的水灾，为了提高我们的防灾意识，我们特别邀请了7979全人关怀救助网络为我们分享一个关于水灾的讲座，题目为方舟建在雨前。有兴趣报名的弟兄姐妹请到询问处报名。新年糕饼将继续售卖当中，我们呼吁各位弟兄姐妹能够热衷的支持这份事工，因为所收到的金额将会归入教会的福利基金。农历新年快到了，相信很多的家庭会回家乡拜年或者是出国旅行，所以我们在2月17日年初二教会没有主日聚会，我们将会在2月18日年初三联合聚会。今天我的报告就到此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